Squad Blast 是一款主打多人对战的横向卷轴射击游戏，也有像是传统的 Stow、推车、占领战等多种玩法。操作方面，系统内建自动瞄准，角色们可以二段跳、翻滚，地图上有许多弹簧等装置，操控起来还是需要一定的枪法准度。若在场上死亡，我们就能够选择操控不同的英雄跟不同的武器装备重生。每个角色又有各自独有的技能，像是夯土能够进入隐形状态，偷偷接近敌人用武士刀偷袭 ；Arcs 能够穿上机甲，使用榴弹发射器进行火力压制。每一场对战大概都在5分钟左右，玩起来节奏明快，又可以享受到战斗的乐趣，是一款不错的休闲小品游戏呢。